13.933分，应该说非常高了。13.933不算，还不算特别高啊。目前为止是前面的几位选手当中最高啊。那是那是那一定是。哎，你说的对，我刚才又转到国际赛场上去了。啊、我觉得他这个分数呢，要想国际比赛啊，啊、国内很高了，很高了，很高了。因为他的第二跳拿到了